什么？那时候的时间点我记得非常深刻，下午5:34，差不多接近桃园的那个地段，非常大排场。为什么要是接近桃园呢？是因为新竹那边有那个什么科学园区，对不对？啊，基本上下班时间都会塞车。我的老家很想大便，你知道吗？我到一辈子没有那么想大便过。当然新竹那边就塞了，就是塞了。那时候开特斯拉，自动驾驶按下去，不然不就能超炸小啦？不能大便啊！我突然感觉我想放屁，然后我就。